金志忠三日才被爆料是学霸，金四日马上承认，并用手写信道歉，内容说道：对于过去，我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，这是不可以原谅的行为。自从做演员后，就掩盖了自己的过去，也受到了大众的关注，但是心里一直对过去有负罪感，想要挽回黑暗的过去，总是压抑着我。向经历了许久的痛苦的人们谢罪，我会反省一生无法洗清的过去，并努力悔改，向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再次道歉。金志忠希望他的过错不要影响到电视剧《月升之家》。《月升之家》目前已拍摄到18集，总共有20集。现在韩国制作方剧组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换男主角也不太可能，都已经拍了那么多集，剧组陷入两难进退之境。月升之将剧组今日取消拍摄行程，预计在明天继续拍摄。这件事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。性犯罪的，我看以后想要当演员、艺人的人，都先调查清楚过去有无黑历史，再决定要不要入圈采用好了。